欢迎回来台视午间新闻。现代人工作忙碌，精神压力大，都期待可以好好放个长假，彻底的放松一下。不过在假期中，可能还会收到公司的 email， 列出交办事项，很令人扫兴。最近北欧的冰岛就推出了一项活动，有兴趣的人只要点进活动网站，选择一匹您喜欢的马，这匹马就会帮您回复跟工作有关的邮件，还会告诉对方什么时候休假上班，让网友会心一笑。正在好好享受假期，手机突然传来讯息，一通接一通的讯息声狠狠打乱了休假的兴致。现在有人想到解放 Outsource your email, a revolutionary service. 只见马儿的蹄子在键盘上用力的踩呀踩。 He'll reply to your work emails so you can enjoy your Icelandic vacation.In peace. 冰岛当局推出一项为民服务活动，休假期间不想回复工作讯息的上班族可以交给马儿来代劳，在官网选择您喜欢的马，输入对方的资料并附上休假结束时间，马儿就会帮您回信。 They are trained in corporate buzzwords. Your boss will never know the difference. 当然这是玩笑话，马儿打出来的可全都是火星文，内行人一看就懂。 For this training we received very large replica of the keyboard so they got used to how to walk over it. 键盘的按键用特制瓷砖拼成，马儿们踩上去完全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请马儿帮上班族回信给公司，网友们大赞，这个点子实在太狂。刘永伟编译。